相恋七年分开的情侣，再见面是什么感觉？最近过得怎么样？还是老样子，挺好的呀。问我吗？今天是星期几？偶尔会想起你。你待会儿一定要帮我记录好，他一进门，我立刻就跟他求婚。其实爱或不爱早就表现出来了。还是男朋友了吗？都已经快结婚了。别说你幸福了。那你呢？来干啥吃啥呀？哎，我准备。哎，我有事儿啊，我开了个包，20000多，你给我买了吧。我一时也拿不出那么多钱呢。算了吧，去找我爸妈去。不，刚才网上太乱了，能让你进，别往心里去啊。不，那我。哎，行不行？解释的越多，越是在隐藏着什么。其实我今天来找你也没什么别的意思，只是想把他俩的感情画个句号。我把这些画就放出来了，就放到这儿吧，我回家了。那我在这等你，一会儿咱下楼吃口饭呢。所有的无缝衔接其实都早已明了。哎，我送送你吧。放弃一个很爱很爱的人。